而上海九世呢，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，这是一支经常一上来先落后，对对对对对，逆转的球队啊，对，一上来好像强度上的很大很很大很高，这个效果不好，对，需要在比赛当中去调整，因为这主要是几个射手得投开，对对对对。